怎么办？没想到真的不是这边的问题，眼下我也查不出来啊。我胯下的海口该怎么办？爸爸，你回我话，我是不是出大洋相了？好丢人呐。其实我也想过会不会是裂振子造成的，但是裂振子的通讯架构和格索托斯并不一致，彼此并不会造成冲突呢。而九域其他的设施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。你们什么时候来的？你刚刚跟那只屎魔是叫帕帕吗？被坏的时候。什么帕帕？哪来的帕帕？你一定是听错了。我已经有大致结论了，我这就去找于先生确认。不过最让我感到意外的还是你们当初迫降九域之时，纵然遭遇了那种程度的冲击，你在其中也能保存得如此完好。尽管只是一个概率性问题，但我还是想用一个词汇回复帕罗蒂大人您。什么？祸福相依。算你命大，算九域命大。